我们都有基金会都就是充满了很多感动，因为学校的支持啊，然后让我们就是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学习更多，然后还有很能够越做越好的一些动力。今天你们是来自不同的学校，有些彼此是你们同校认识，有些甚至跨校去年有看过，那你们现在正在体会的叫做服务学习，学习服务。那我们很感谢台湾艺术文化基金会啊，今天在康朗这里活动，明天会到大甲铁针山啊做很好的活动。我想很多小朋友可能也还没去过铁针山的哈，你可能都去过剑湖山啊，没有去过铁针山啊。